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好，来玩这款《无名霸业》。哇，下载量1亿哦。2023年不对，它发布是2016年啊，超久了。那最近有更新，3月8号有更新。这边要选择我们的文明，这样选择是不是？好，欧洲、大唐、日本、韩国、美国、俄罗斯、阿拉伯。好，没了，选个日本吧。我觉得 SLG 这种玩法可以达到1亿的下载量，也是蛮厉害的。早期啦，早期比较有可能啊。现在因为这种游戏很多嘛，都分流分掉了，而且它可能也在线人数也没那么多了吧。嗯，读取有点慢欸。一样是打开 Play 商店首页推荐的，不是我自己去搜寻的。我们先暂停一下好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等了一下下。王宫女爵哦，日本人应该不会叫女爵吧？然后怎么卡卡的？卡顿，一键上阵，这边应该是要战斗了。射击哦，那一个小游戏耶。毕竟那个这种游戏它已经那么久了，对不对？它就是要有一些小游戏了，让你左右选择有没有加加攻击力呀、啊，干嘛的 ？Pardon me, my liege。这种小游戏的玩法，我在看广告看过，看别的游戏有出现过。奇遇秘境。所以我们现在都还没有 SLG 就对了，先玩小游戏，加三加二，哎，只能选一个吗？想不到只能选一个，射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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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射，射不死啊！一开始我那个没选对。可能有差吧，我以为两个都可以选啊，全部都要啦。好，步兵营，当然这个不是日本风格啊，这个哪来的风格啊？伞兵，怎么写伞兵欸？好，我的组成。2016年嘛，所以它那个画质啊，画面有点比较像网页游戏，但是这个是有 Live Early 的，这可能有经过一些 update 吧。好 ，SOG 就是要去世界地图征战啊，派兵去打人，全自动去打人。我昨天玩那个《现场之野望大志》，有够难的，跟手游比起来难很多。系统啦，系统比较难。玩了30分钟，还在学习，学习不完。那手就是一直让你一个点点点的，都帮你弄好这些路径啊、点击啊、战斗啊、研究啊、征兵啊、招募英雄啊。好，这应该是一些天赋吧，一些天赋。好，送我们那个第二个工作列表，建筑工队，大概是暂时先送我们的而已啊。我现在只有一个英雄，加50%，你不要想说两个都可以，只能二选一啊。暴击率 ，BOSS 来袭，我不知道选错会怎样啊，选错可能就打不过了吧。
你确定这是那个正常世界有的怪吗？因为他用什么大唐、日本、美国啊、欧洲啊，结果出现的怪是这种奇幻的，升级我们的城墙，免费升级，跳转，继续升级，道具加速，你看都很顺畅，没有？就点点点，然后酒馆招募一下，招募我们的武将。这是日本武将的形象嘛，所以我觉得你如果选别的文化的话，可能这边都会不一样，不太可能你选欧洲，然后又出现宫本武藏啊。宫本武藏，宫本武藏应该是近战吧？因为我到现在，对啊，他不是拿枪啊，他可能要敌人靠近之后才会出刀吧。而且我现在，我只能左右，我不能往前，我只能左右而已。宫本武藏可以把他击退哦。所以宫本武藏没有打出什么伤害，因为他是近战的。好，拿一下宝箱。奇遇秘境，这个要干嘛？升级是不是？我好像没有取 ID 耶，好像，对，还没有取。将军 General 宫本武藏，他讲英文呢，我现在才发现，哎，你不是日本脸孔吗？艺妓吗？好像艺妓的感觉啊。以前有一部《艺妓回忆录》哦，我有看啦，但是我觉得不好看，陪人家看的，看到睡着。应该说，我已经很久没有看电影了。我是那种后来又看一些科幻片啊，或者什么变形金刚啊什么的，都会看到睡着的人。就麻痹了。好，这个引导教学差不多了哦。这边就是要你花钱矿洞。OK，分享了坐标 LV3 庆典小的，这包干嘛的？我们来点一点吧。这感觉是一些礼包吧。几天内要把它购买，然后有打折这样。哇，3000多打折变三十四。打几折啊？这不止打一折欸，打0.1折啊，打到骨折了，就腰斩变成裸踝斩，脚踝斩，斩下去。这个是签到吧？可以拿到亚瑟王，登录好礼，有点小累格啦，我点了没有及时反应，这是我的工作列表嘛？然后任务。它好像没有一个主线任务让你可以一直建造欸，是不是？我现在没看到啊，我真的没看到啊。因为以前玩这种 SOG，它会跳出那个让你一直建造的那个主线任务。啊，国际服啊，这个公告已经有点老了，有点老了。2023年6月20号版本更新。应该超多语言哦，超多语言。这个我看一下哦，今天是3月14日啊。这个游戏之后他就发一个那个公告给你，我领不了啊，领不了。他说我已经要 link 我的 account 才可以收到这个100钻，是不是？他是这样说啦，link 我的账号。那我要怎么建造嘞？
没有一个建造列表，让我们来建造一下。突然间我不会玩了，失去了主线任务不会玩。升级跳转，好，我们农田，随便升有没有？因为它没有，那它没有任务啊，它没有任务，你点的话就会。这个位置固定是什么，它就盖什么。我们农田升级一下，这边有一些农田可以建造一下。这个大家都会啊。好，我来放大缩小一下，农田在城墙外面，好这个位置，然后这边可能是一些铁矿厂啊。我看一下哦，伐木场。农田。伐木场，随意建造哈。目前我们资源是上面粮食跟木头，然后我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什么铁矿啊，或是石材啊。这个就要看了。好，城镇中心城墙要三级，城墙还有五分钟，应该可以加速吧？这边有经验值，国王的礼物，这个应该可以加速。哇，要花钻石，不过我有600钻，然后再来就是可以升主城。然后我们的士兵的话、啊，这边就要去，通常就是要训练啊，训练我们的士兵啊，什么工兵啊什么的。然后这边也要再改科技啊什么的，骑兵营啊，这边要六级。他这个游戏已经没有主线任务了，不像近几年玩的 SOG 都会有个主线任务，你就傻傻的一直点就可以了。哦，这里有啦，他只是没有跳出来。这里啦，哦，这里有，这里有，这里有，这样也可以，这样也可以，这样你可能就更有一个，哦，更有一个那个该怎么做的一个顺序，不是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点。这什么东西？斯巴达，信守承诺，一天后必定到达。要来打我们了哦！不管他，他还是要你花钱的啊，叫你花钱的。啊，这边有任务，在这里同意阅读，这里要哇嘞，跳过。好，回来，真是的，就我本来想要按暂停，就按到关闭录游戏。没关系，我刚刚应该录12-13分钟了吧？把它点一点。然后我们要去冒险的话嘞，刚刚那个战斗，这边有酒馆升级啊什么的，这个应该就比较简单了吧？因为这种就可以免费啊。开启转盘玩法。啊你我都不能点，你还那个没有啊，我没有币啊，我被骗了，没有币，没有硬币。好，继续训练我们这个士兵啊，但是又要加速啊，钻石当然就不够了，现在只能训练一些些而已。这边有联盟可以加入。嗯，我们刚刚的战斗是遗迹吗？看起来不是哎、欸，因为那个一开始都是引导教学嘛。啊，奇遇。对，奇遇，
这边是那种闯关的玩法啦，就这个 ATK， 那个弓加一应该是指那个弓兵吧？会有弓兵啊，比如说这样就有弓兵在后面帮忙射。好，过了，这关怎么那么简单？那我们的英雄嘞？英雄哦，英雄叫将军啊，应该是可以养成吧？强化，这是要升属性，升属性的是不是？怎么升级不知道哎。经验值，不可以超过我们等级啊！算了。再来做一下任务啊！哇，90，这个是支线。那我们主线是城堡要升十级啊？哦，城墙要升十级是不是？城墙要四级，它有的是点了就算你做任务，它这个是一定要升。好，VIP 60分钟，那一样啊，加速。反正钻石一下就花完了。好，农蚕生产效率到700小时，组成要5级，然后需要农田。这个农田我们刚刚有生啊，这样就可以继续生。我要一个小时，我要一个小时，这边就会卡了啦，除非你继续花钻石。好，那我们就试玩到这边吧。1亿的 SOG 下载量，然后是这种直立式手游，那也是可以选各种国家、各种文明的阵营的。然后这边好像有人要打我，是不是？1天后有一个虚线呢，刚什么斯巴达的。好的，我是阿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